春日也行是由徐子瑛和吴季峰等人所主演的古装甜宠剧，剧情讲述了与实习医生张子琪误入游戏化身相府千金李春日开启奇遇任务，正准备享受相府千金的美好生活，却与尹龙卫第一杀手林星和狭路相逢，意外结成了共生关系，凡有伤痛必会转移到对方身上，要想回到现实生活必须杀掉对方，一场啼笑皆非的假夫妻真宅斗大戏就此拉开序幕。两人如何相爱相杀，解除共生捆绑，女主角为了回到现实世界又将付出什么代价？该剧已经定档，将在4月15日开播，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